县堰崖镇，地处沂源县城南部，境内平均海拔400米，物种丰富，植被多样，林木覆盖率达到67%，山东省海拔最高的中型水库红旗水库位于境内，白马河贯穿东西，沂河流经东南，空气湿润，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气候适宜，沙质土壤，山泉水丰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鲜明的小气候，是公认的优质大樱桃最佳产地。堰崖镇自1991年开始发展大樱桃，主要品种有红灯、梅枣、萨米托等，目前全镇种植面积达6万亩，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造就了堰崖大樱桃特有的品质，果实大，果梗粗短，果皮红至紫红色，富光泽，色泽艳丽，外形美观，果肉肥厚，肉质细软，多汁味美，酸甜可口，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C，营养价值居各种水果之首，被誉为水果皇后，素以北方春果第一枝闻名遐迩的堰崖大樱桃，独以其娇艳欲滴、晶莹剔透的风韵，香甜可口的美味，富含营养、无农药残留的特点，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商品价值。2021年，堰崖大樱桃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022年，堰崖大樱桃入选中国园艺协会年度最受市场欢迎的樱桃区域公用品牌20强。2021年，堰崖镇大樱桃市场交易量达6000万斤，交易额达6.2亿元，是全国交易量最大的大樱桃市场之一，果品畅销北京、上海、大连等20多个省市。